哈利路亚。马太哈利路亚。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新约圣书马太福音第六章一节至第六节。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至第六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又不叫做并在明处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阿门。隠れたところにおられるあなたの父に祈りなさい。そうすれば隠れたことを見ておられるあなたの父が報いてくださる。アメン。アメン。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此时愿主的圣灵。主の聖霊によって。来引导我们今天来。站到主的面前的人，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明白主的话语。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依托于主的圣灵，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我们接着上周来学习信仰。神是会来测试我们的信仰的，他会看我们的信仰，因着我们的信仰的程度呢，来使用我们，来赐给我们祝福的。所以我们的神一直会是在查看我们的信仰的，因为我们的神一直会在查看。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我们的行动，在我们的行动上呢，都应该尽心尽心尽意去用我们的行动表现出来。我们要去实践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呢，要去实践，通过我们的行动，通过我们的实践呢，去来表现出我们的信仰，来得到神的认证的。那么注意的一点就是说，那么我们的行动呢，是要得到神的认证的，并不是说得到人的认证或人的称赞的。有的人呢，是会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和好听的话才去做呢，还是为了得到真正的，是为了得到神的认证呢？当然，你听到人的表扬你的时候呢，你会感到高兴。那么，但是这一切呢，其实都是与神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那么你如果得到了人的称赞的话，你这是在神面前呢，是不会得到称赞的。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应该是做神所认证我们的这些信仰的。我们为应该让我们的信仰，应该让我们的信仰呢，通过我们的行动呢去表现出来。我们是为了来
与神为了是得到神的认证的。当然我们为了得到神的认证呢，时常会有的时候呢会得到人别人的批判的，有的人说你为什么就那么做，你为什么要去那么行动呢？我们的信仰生活呢是一个属灵的生活，因为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一种属灵的生活。如果不认识神的人，光用肉体的想法呢去想，光用肉体的想法和去判断的时候呢，那是他们是不会理解的，他们认为那是不中意的，不合他们的意的。我们肉体的关系，我们肉体的关系呢也是同样的，就是说我们时常会用肉体的想法去想，并且那些恶的污鬼们呢时常会来诱惑我们，我们在一经不经意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来诱惑我们，让我们来缝合那些恶的魔鬼们去满足肉体的希望。但是我们在赶出那些污鬼的时候呢，又会重新来回来来得到属于灵的充满的。我们如果赶出那些恶的污鬼的话，那么你的那些恶的想法和坏的想法呢会离去的。有的人说我今天怎么这么心情不好呢，我今天怎么这么忧郁呢，我怎么回事啊？那么我们就要赶出那些污鬼。我们在大家在担心在忧郁的时候呢，其实那是因为恶的污鬼们进到你的身体里的。所以呢如果你们不认证这一点，如果你们不赶出的话，那些恶的魔鬼呢是不会退出去的。那么你们在赶出，你们在知道这些原因的时候呢，那些污鬼们就不会再藏到你们的身体里的。你用耶稣基督的名来赶出那些污鬼的时候呢，他们就从此呢就不会再藏在你的身体里的。那么如果你们赶出了污鬼的话，你们就会重新又回到那些喜乐的心情的。那样的话呢，如果我们赶出那些污鬼的话，我们呢就会重新又得到神来赐给我们的喜乐的。如果我们得到圣灵充满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主所给我们的喜乐的。但是那些恶的污鬼们，那些魔鬼们呢，只会来给我们那些伤心和黑暗的。那么如果恶的魔鬼在我们的身体里的话，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就会感到非常的非常的不会感到那些主所给我们的喜乐的，他呢一直会来给我们痛苦的。当初主来告诉我让我来创建这个教会的时候呢，当然那时候呢主是非常高兴让我来创建这个教会，但是当时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人来阻拦我们，那么当时呢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呢来阻拦我们所走的这条道路，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有时候呢也甚至也觉得真是有意思，为什么同样是基督徒同样是信主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不愿意看到别人成功呢？同样的基督徒他为什么不能去喜乐别人去成功，别人在创建道路的创建教会的路上成功呢？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可能是如果一个和尚或者是尼姑看到的话，他们可能会说啊，你们现在也是做好事。但是我们在做这些传道，在做路边的这些传道的时候呢，来阻拦我们，来防止我们，来告我们的呢，全部都是我们同行的这些教会的。我真是不理解这一些，为什么是同样信主的人，他们会这样受逼迫，他们会同样是去做这样的事情呢？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伤心的事情，我觉得真是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呢这也是非常简单的，属灵的人和属肉体的人，虽然说他只是信主的人，但是他其实还是不是属灵的人，他只是从外表从肉体上去判断这件事情的。我们要得到神的认证，我们要得到神的称赞的时候呢，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正确的信仰的。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的信仰是特别的才会那么去做的，而是我们是如果是真正的神的仆人的话，那么他们一定要走神所的喜欢的道路的，神所喜欢的道路，真正去做神所喜欢的道路的人呢，这样的人呢才会是真正得到神的认证的。
如果你没能去得到神的认证，他只能是走那些污秽的道路的。大家想想，现在不信的人，不信主的人，他们都没有来干涉我们，为什么同样信主的人一定要来这里去妨碍，来阻碍我们呢？大家都知道，妨碍阻碍呢，都是属于撒旦，都是属于魔鬼的。约翰福音第六章当中也讲到，说你这个撒旦，耶稣对他的弟子说，你这个撒旦，为什么呢？因为他要阻止耶稣去做的。那么妨碍的人，去阻止的人呢，这是属于撒旦的。这并不是我来判断的，而是在圣经上也是这么说的。妨碍的人，出卖的人，阻碍别人的人，这样的人呢，虽然口里说是信主的人，但是他是属于撒旦的。他口里虽然说是阿门，但是他其实并不是属于主的。约翰福音最后当中也讲到，你这个撒旦，你是属于撒旦的。那么撒旦呢，是属于魔鬼的，那是堕落的，那是堕落的天使。撒旦呢，他是说是与神对抗的人，与神对抗的，我提到。那么堕落是堕落的，是与神作对的。撒旦呢，是就是说与神作对的所有的属灵的存在呢，都是撒旦的。那么他是堕落的天使的。我们的信仰生活呢，我们去做神所认证、神所喜乐的信仰生活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那么现在连最基本的这个条件呢都不能具备呢，那是不行的。有的人说，哎呀，差不多就行了，这样差不多做一点就行了，但是这样是不行的。如果你们自己去判断的话呢，那是不可能得到神的认证的。那么在神看来，蛇呢，就算是去祷告呢，那也是没用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属于魔鬼的。那么有的人说，我是向着神去祷告的，但是神对他说，你这个恶的，属于恶的魔鬼，你不要再祷告，你是不属于我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应该首先到底站在哪一个地方，站在哪一侧呢？首先我们要站在属神的一边的。这些最基本的条件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明白。有的人说，根本就没能具备这些最基本的条件的人。有的人说，我差不多就行了，这样是不行的。但是呢，在我们的周围呢，其实呢，也有很多这样的人的。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要时刻警惕自己，我们不要在那里停歇下来，我们时刻要警惕自己，不要让撒旦来诱惑我们的。最近呢，一直有加入 WCC 的这个组织，这是世界教会联合组织。现在呢，在基督教界呢，这个组织呢是非常流行的，是非常有威望的。在全世界呢，有很多大部分的这个教会呢都是加入了这个 WCC 的这个组织。上周呢，也有我们的支教会的一个牧师，他说他得到了启示呢，说是要加入这个。那么大的教团和大的教会呢，他们会自主的去参加这个世界教会组织的。在韩国，可能是我一说是哪个教会呢，大家都会知道这个名的。都在韩国呢，都是属于数二的那个教会呢。有的教会呢，他们是属于那些魔鬼的。有的人说 WCC 呢是属于撒旦，是属于魔鬼的，但是这个教会呢，还是最终呢是加入了 WCC 的。在神看来，神是像是得到神的认证的这样的教会，但是他们呢是放弃了所有的一切，而是看到周围的这个环境和周围的这个眼色呢，他们是加入了这个组织的。他们说，我们应该互相帮助，我们应该互相来联合的，所以呢，我们也要加入。
那么如果大家参加这样的教会的话呢，可能就不会受到这个周围的环境的逼迫的。那么你们的信仰的生活呢，就会有很多的顺利的，你们可能就会得到很大的帮助和联合的。但是在神看来，神是不喜悦这个的。希望用主的名祝愿你们不要忘记这一点，神是不喜悦这个的。阿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是属于肉体的。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要联合，我们要联手，然后呢，我们要互相帮助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是会得到他们的好处的，但是去天国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得到神的认证的。大家相信吗？我们要去天国，我们要得到神的认证的。不，就算是在这个世界上呢受到逼迫和压迫呢，我们也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用主的名祝愿你们每个人都能明白这一点。无论是明年，当然明年和后年，在往后的这些日子当中呢，会有更多的教会呢加入那个团体的。那么这个团体呢是谁？是谁开始的呢？不仅仅是苏联，那么在世界上呢，有很多很多的人呢，他们是一开始要发起这个组织，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呢要联手，但是呢，这并不是说仅仅是基督教，他们要在各个宗教呢要互相联手的。大家一定要知道，除了耶稣基督之名呢，是别无拯救者的。前一阵子呢，在美国的很有名的一个大型教会的牧师呢，他呢在美国呢认为他是异端的，他们的教会呢是异端。这个一个很有名的教会呢，教会的这个牧师呢，他说就算是别的异端的人，异端的这个教会呢也是同样是教会的。那么他能去认证别人，那么别人可能会说啊，他真是大度，他真是有包容心，可能会得到这个世上人的认证的。但是在神看来，神是不喜悦他所做的这一点的。我们做神的事情呢，我们一定要豁出性命去做，我们不要只是来缝合这世上的人的眼色的。去年和前年期间呢，也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异的。WCC 的这个团体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团体的。在韩国的还有大部分的这个大部分的教会呢也是加入了 WCC 这个团体的。大家认为走宽敞的道路是好的道路，但是其实并不是那样的。就算是狭窄的道路，我们也要走如果得到神的认证的这个狭窄的道路的，并不要认为得到这世上的人的称赞和表扬。别不要以为你加入那个组织，你就会得到这个世上的人的称赞。他们会说啊，你们这个教会真是有很大的目标，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就算是别人再怎么称赞我，我也不会那么去做的，因为在那里呢，不会有神的认证，在那里呢，不会有真正的生命的。我是对那是没有兴趣的。我只是要得到神的认证的，大家的信心，大家的信仰目标是在钱，还是在人际关系，还是在与神的正确的关系而得到永生的生命上呢？你们呢一定要按照你定下一个真正的目标。但是有很多的人，他们的目标是不是正确的，他们是一直跟随着这个撒旦和魔鬼的。他们不知道这圣经这最基本的这些知识和最基本的这些条件的。
有的人说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呢，也还是有别的道路的，还是有别的拯救者的，但这点呢是绝对不可能取得到认证的。他们的这个组织，他们会去认证各种各样的宗教呢，去认证互相呢到别的宗教呢去讲道的，并且在很大的媒体呢现在也是做出很大的宣传的。我真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们的教会呢，我们的教团呢，也不会有自己主张的教理的。我们的教理就是只要是按照圣经的话语去做的，只要按照圣经上记载的神告诉我们的话语去做呢，那就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在给别人说明的时候呢，我们要按照神的，按照圣经上的内容去教导别人，不要拿出这圣经以外的这些内容去教导别人的。我们的信仰生活呢，我们的信仰生活呢是只有耶稣基督，我们一定要信主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才会给我们永永远远生命的，我们的主耶稣，大家相信吗？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说，我们要得，我们每个人呢要得到神的认证，我们的信仰呢要得到神的认证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会看我们的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行动的。你就算是再可怜，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是不能得到生命，你是不会得到永生。我们，你就算是再可怜，你也是如果没有信心，那是得不到任何一切的。我们一起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呢，那就是信仰，我们的信心。上周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吧。我一想到这一点，我一想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呢，我真是兴奋的睡不着觉。我就给一个人打了电话。我就不说是给谁打了电话，我对他说，生命的绳子，生命的绳索呢，我们一起来说，生命的绳索呢，在断的这一个在切断之前呢，我们要真正的来相信耶稣，就说我们生命的绳索在切断之前呢，我们要有正确的信仰，因为如果生命的绳索一旦断了的话，只能是去那些遭受永远遭受痛苦的那个地狱的。我对这个人呢就是说了这些，然后呢我就在那里大声的哭。痛哭，我就在那里呢大声的痛哭。这是在梦里呢，我就在梦里呢一直大声的痛哭，我一直哭到我可能是哭醒了。亲爱的各位，没有正确信仰的人，他们是不能得到完全的拯救的。那么就说在那一瞬间，那是生命的绳索在断了的时候呢，他是永永远远不会再重新回来的。我在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呢，我跟他讲这些内容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说阿门，或者是他并没有去认证我的话。但是呢，我在这边呢，还是在梦里呢，还是在大声的痛哭，我一直哭到哭醒。我
根本就没有忘记，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啊，他呢在那边的态度呢是没有去认证这一点的。如果我们的生命的绳索一断的话会怎么样呢？那就是一切都完了，并且我们生命的绳索呢什么时候切断呢？那是谁都不知道的。现在我们是有这个生命的，现在我们是得到了生命，是得到了，是有生命的。如果我们现在不去正确的站在正确的信仰上这条道路的话呢，是不行的。那么这世上的人呢是不能去认证这个圣灵所引导的。昨天呢在梦里呢我就在那里一直痛哭， 我一直痛哭呢我都止不住，因为我看到一个人的生命的绳索在断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伤心的事情，我就一直在那里哭。并不是说我是只是在外表表现出来，而是真的是我是从心底里就开始伤心，我就在那一直在那里痛哭的。并不是说只是外表只是掉几个眼泪，而是从我心底里开始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伤心，我就一直是在那里痛哭的。为什么呢？我认为这一个人的生命如果在一个瞬间，在哪一个瞬间他的生命的绳索断了的话，那么这一切都完了。生命呢是没有预备的，是没有第二个的，每个人呢只是有一个生命的。如果他的这个生命，他的这个生命的绳索断了的话呢，他就不会再有第二个生命了。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怜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呢都要珍惜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生命，我们真正的要信，相信，信正确的去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在这里呢绝对不要忘记，我们要正确的去相信，正确的去信仰，拿这个信仰的。こういうのを考えたらね、もうアーメンできないことは一つもないね。有的人说，哎呀你就再给我点时间吧，哎呀我现在还不用这么太担心，我现在很健康，我不用再担心。你这个乌鬼就是你就算是在阻拦我，在阻碍我吧，那也是没有关系的，我现在还是很健康。大家不要这么想。每个人呢现在呢就要用正确的拥有信心，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个这个生命的，所以呢每一个人呢都要得到神的认证的。现在呢时间已经剩的不是太多了，有的人说现在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呢，我不知道耶稣基督会我何时再来，但是呢我相信圣经上的话语，神是给我们了这圣经上的这两个属约的。耶稣呢每天说你们不要去玩这个危险的金钱，你们不要去玩这个危险的金钱的。每天呢耶稣来给写了一个信，说你不要玩这个危险的金钱。然后呢在那里呢还有一个转账的一个单子，转账的单子呢又到我这里，转账的单子呢给转账的户主呢就是给转账的对方呢就是天国。我当时就吓了一跳，正如这话语
不要去玩这个危险的金钱。然后呢，我看到这个转账的单子呢是转账的对方呢是天国。我就想为什么这是危险的钱呢？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当中讲到，这世上的金钱，随着世上的金钱呢是不义的，是危险的金钱的。为什么会是危险的钱呢？因为这是属于这世上的，这世上的银行和这世上的人所用的这个钱呢，这是危险的金钱的，不要只倾向于这危险的金钱的。我们刚才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当中的这些话语，这世上的人呢，他们是不相信天国会是有真正的天国的。有很多的基督徒呢，他们虽然口里说是阿门阿门，但是他们并不会对天国带有希望和对天国带有这个梦想的。また盗み手が忍んで盗み出したりする。富は天に積みなさい。そこでは虫が食うことも錆びつくこともなく、また盗み手が忍び込むことも盗み出すこともない。あなたの富のあるところにあなたの心もあるのだ。神様を見れば、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的。我们的神是知道我们一切的，大家。比如说现在这里有两个孩子，你们不会区别他们两个吗？现在我们教会有两个一个男孩和女孩子，你们不会对女孩子说啊你是这个男孩子吧，你不会对这个男孩子说啊你是那个女孩子吧。你们可能每个人都会去区分这个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我们的神也是同样的，我们只要看一次呢，我们就会知道谁是谁的。我们神也是同样的，我们现在到底是心存什么样的心，我们现在心里是怎么样的想的，谁的心里有嫉妒，谁的心里有信心，谁的心里有高兴，谁正在动摇，谁是真正的来信相信神，谁是真正适合做神的子女的呢？神只要看我们一次呢，神就会知道一切的。神是知道我们一切的。亲爱的各位，撒旦他们也会是知道我们的心理吗？是的，他们也会是知道的。那么更何况我们全能的神呢，他是贵是正更会知道我们的心的。现在那些魔鬼和撒旦呢，他们也是会查看我们的心，更何况我们的神呢，他是会更知道我们的心。大家现在心里怎么想，大家要具体的怎么去操作呢，神都会首先是知道的。正因为这些魔鬼呢，他也是知道我们的心，所以呢，他们也会来妨碍我们去做一切的。他是怎么妨碍的呢？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呢，就会看这个显示屏。我们在看着显示屏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想法的时候呢，这个脑波呢就会平平的，但是如果人一在想的时候呢，脑波呢就会有这个浮动的。那么就连这个机器都会可以查出来，更何况这个魔鬼呢，他也是知道我们心的一切的。那么你们在改变你们的想法，说啊，我不要被这个魔鬼所诱惑，我要去教会，我要按照神的道去做的时候呢，他就不可能再去诱惑你。但是你在想，哎呀，就这么大概的去做吧，就这么去行吧的时候呢，那些魔鬼们呢就会更加的诱惑你，来让你站到他们那一边的。你们一旦拥有一点点的这个性格的时候呢，这个魔鬼呢就会马上更加的来诱惑你，那么你就会说，哎，行了，那今天就不要去了，那今天就不要去祷告了，今天就不要去祷告教会了。大家相信吗？大家也会有这样的时候吗？那么用主的名祝你们，那每个人都成为一个胜利的人。这些恶的魔鬼们，他们也是知道会查看我们的一切的，更何况我们的神呢？我们的神是会查看我们的一切，他是知道我们的一切的。
那些魔鬼呢，他们也想拥有神的这个宝座的时候呢，他们在心里心存这个想法的时候呢，只花了16秒钟。那么他在想，刚想这个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他就是被咒诅了。就算几秒的这想法呢，就因为他们这几秒的想法呢，这个天使长呢，他是得到了永远的咒诅的。那么这些魔鬼们呢，现在呢也是可以知道我们的想法和心理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心里刚想有什么样的想法呢，神是会知道我们的一切的。你们现在如果有什么样的坏的想法，或者是违背神的想法的人，神可能会说啊，我忘了，或者说我过几年才会明白你的心吗？并不是这样的。现在你们现在心里刚想有什么想法呢，神就会马上知道的。那么这样的能力呢，无论是不仅仅是撒旦呢会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神呢也是会查看我们的全部的。人为了得到神的认证呢，我们的心呢一定要向着神，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去站在神的一边的。因着我们的行动呢，不要去做危险的行动，我们不要只缝合于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行动的。大家来教会的时候呢，你们也是，如果说我要尽心尽意来敬拜神，你要拿这种心情来教会的时候呢，才会得到胜利的。我们的认证，我们的礼拜呢，一定要得到神的认证的。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四章。一節から読みましょうか。まあ勉強ですからね。第一節、我们唱念一下創世記第四章第一節。至第七節。じゃあ、7節までを読みます。創世記第四章第一節至第七節。どうぞ。大家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蚩尤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其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阿门。お前を求めろ。お前はそれを支配せねばならない。アーメン。アメン。アメン。お兄さんの方が偉いでしょう。普通はね、年も上だし。那么作为长子呢，当然每个家庭可能是长子呢，他会越是长子，因为他是老大，所以呢他会得到认证的。但是呢，该隐的这个供物和该隐的这个礼拜呢，他是没能得到神的认证的。但是亚伯，他是次男，他的弟弟亚伯呢，他的供物呢是得到了神的认证的，并不是说只要去做的完全就可以，而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要每一件事情呢是要得到神的认证的。我们向主献上的所有的供物的这个方法和途径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该隐呢，他认为他已经把一切呢献给了神，
他说我现在给你献上这些，你为什么还没有表扬我呢？他是非常非常的生气的。那么亲爱的各位，你们再生气，你们再发火，那是没有用的。如果神没能认准我们，那是没有用的。你们就算说我是长子，我是老大，你为什么没有认准我呢？这是没有用的。你就算是大喊大叫，你就算是大吼大怒，也是没有用的。如果没有得到神的认证，那也是没有用的。就算是无论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只要是得到神的认证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亚伯呢，他呢是没有说要站在前面，或是在那里拿着骄傲的心的。在神面前呢，要谦逊的，要把真心的一切来献给神的时候呢，我们的信仰才会得到真正的认证的。以色列的王，在人面前呢是没有得到称赞和没有得到表扬的这个王，但是神呢会重新选举他，神会来抬举他，神是会认证他。为了得到神的认证，要从心里开始，要从行动开始呢，要去做，要去得到神的认证。我们的信仰在得到认证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具备这一点呢。我们每个人呢，要从无论是心里还是行动呢，用主的名祝愿你们每个人呢，所有的一切心理和行动的都是要得到神的认证的。该隐，刚才我们念到的该隐，他也是献上了礼拜，他也是说信神，他也向神献上了供物，但是他的行动呢并没有得到神的认证的。他的行动呢并不是神所认证的这个行动，并且因为他是不是属于真心的，没有得到神的认证，所以呢他是人类第一个杀人犯。该隐呢，他认为他是非常生气的，他是发怒的，他因为有很大的这个愤怒，他的这个强大的这个愤怒呢是使自己成为了一个杀人犯。那他这个人类的这个愤怒，这个发火呢是对人类是最不好的。这人类第一个杀人犯呢，也是因为自己的愤怒去成为了一个杀人犯的。在座的各位那么呢，在座的各位和我呢也是同样的，我们不要发火，我们不要愤怒。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别人，如果你发火你愤怒呢，那就像是喝毒药一样的。并不是说你要走哪一个程度，而是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话语来定下这个标准。并不是说你身体来到这里你就是做了一个正确的礼拜的，而是你是准备了这个心，你用心用性用意，你是尽心尽心尽意去向神献上了一切呢？是否是豁出一切来献给神呢？这才是最重要的。该隐他虽然是献上了一切，但是他并没有得到神的认证的。该隐呢，如果他没有献给神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不会说是那么发火的。但是他说是自己是献上了供物，但是他并没有得到神的认证，所以呢他是在那里发火的。该隐为什么发火，为什么愤怒呢？说我是同样是献上了供物，神为什么没有认证我呢？我因为这一点我才是生气的。他说我做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你称赞他没有称赞我呢？因为是为什么神会认证他而神不会认证我呢？不信神的人呢，不信神的人呢，他们呢不会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们不会来逼迫我们，而是同样信主的人，同样献上的人呢，他们才会因为有这个嫉妒之心，他们会去发火，会逼迫的。在我们的周围呢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事情的。在这个世上呢，我们的信仰生活呢，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全心全意来献给神，我们要把一切要献给神，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一切，
我们要放下我们自我，我们要放下自我，虽然有骨头，但是像是没有骨头一样去行，去行动的。所以如果你们希望得到健康的身体的话，你们就要拥有一个真正强大的得到神的认证的。你不要说我要得到一个强大的信心，那么所以呢我就要大声的喊，大声的发火，我要表现出强烈的一面，这样是呢并不是可以行得通的。星期天呢，这世上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连星期日的礼拜都没有献上，但是还是会有，还有的人说啊，我一天都在教会。那么并不是说你一天都在教会都会是得到神的认证的。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大家想想，如果有100名来到教会的话，那么这100名当中会有几个人得到神的真正的认证呢？会有几个人神会称赞的说你们的礼拜是义，是有义的？真正得到神的认证呢是会有几个人呢？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至第十节。马拉基书第一章的六节至第十节。旧约前书，旧约前书马拉基书第一章的六节至第十节。要是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对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生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呢？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狂気である動物を支えても悪ではないのか。それを総督に献上してみよう。彼はあなたを喜び受け入れるだろうかと。パンゴの書は言われる。今神は第九节，我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你好施恩于我们。这妄献的事，既有你们经手，他岂能看见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但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我的话不能够说话言われる。私は捧げ物をあなたたちの手から受け入れはしない。アメン。在这里说，虽然神拿到了神的面前，并且向神献给了神，但是神是不会悦纳他们的这些物质的。就算是有的人来到了教会来献给了神，但是神是不会真正的喜悦他们的。如果说你要有比如说有的人来教会，我们奉献的时候，你们把钱放到这个奉献箱子的时候，哪个牧师会说不要吗？并不是这样的，这是神来判断一切的。你从心底里开始，是从你心里开始，会不会有一定要献给神的呢？在这里不要有污点，不要有摇晃，不要有摇动。有的人说，哎呀，这是不得已的啊，十分之一，这是不得已的。为什么献上十分之一的日子这么快呢？为什么我还要献上这么多呢？为什么还要交这么多呢？你不要有这些疑点，你不要有这些污点的。有的人说，哎呀，我就少交点吧，我就不要交，我就不想交这个十分之一了。你如果有这种污点的话，神是不会悦纳你们的一切的。当然你的身体会是来到这个教会，会是来献上礼拜的，但是呢神是已经看到你的这个虚情假意念，虚的心，所以呢是不会悦纳你的一切呢。
当然，作为牧师，一位死人不会说啊，你把谁给赶出去，因为他是假心假意的，你要把谁给赶出去，并不是这样的，而是神是会知道我们的一切的。我们在神只是会查看我们的一切啊，你现在还在鄙视我，你现在还没有重视我，你现在还是在那里虚情假意，你现在还是带着虚假的心来到这里，你现在还是在那里是有虚假的。你现在你的虚假要到何时呢？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些最基本的条件的话，我们是不能得到成长的。我们的信仰呢，一定要得到成长，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得到成长。我们为了得到拯救呢，我们一定要接受这样的话语，一定要明白这些话语的。有的人说啊，我现在很忙，我就不去教会了。有的人说我现在条件好了，就说我现在店里也忙，我就不去教会了。那这个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好的条件呢？那么如果为了让你来到教会，那么就只有使你们的这个店里是破产吗？你只有使你的店里是没有客人破产才会来到教会的，那么你愿意接受这个惩罚吗？那么不要因为你的现在的环境受限制，随着岁月的流逝你可能会明白的，不要随着岁月的你周围的环境而受限制。你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无论是好是坏，你们要拿着真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来献给神的。有的人说，为什么现在牧师讲的这么强烈的话语呢？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呢？现在你可能是没能明白，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呢，你们会明白的。前一段呢，有个人就说，在神的面前呢，有的人说，在神的面前，他们在做神的事情的时候呢，并没有完完全全去做，并没有真心去做，他们只是看的是这世上的一切的，他们就是为了来迎合这世上的人的一切。他们是想得到这世上的人的称赞的。我们一起来告白，我们的神会是看到我们的认证之后认证我们的信仰之后呢，才会给我们祝福的。我们的信仰只有是得到认证之后呢，才会得到祝福的。那么为了来得到认证这一个阶段呢，首先一定会有一个测试，一定会有这个经过的。在这个经过当中，神会来测试你，你的信仰会是否是真心的，神就会来看你的信仰是不是真心的。只有是通过这个测试呢，才会得到认证的。以色列人呢，他们的测试呢是通过了40多年。那么现在呢，神也会来测试我们，是让你听神的话呢，还是听你妻子的话？是走属于灵性的事情，还是属于满足肉体的事情呢？神会来测试你的。那么你们在每一个测试的时候呢，你们不要倾向于哪一点，你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直到得到神的认证为止呢，我们的测试呢一定要通过这个考，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考试的。我们为了得到我们的信仰得到认证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努力。以色列人他们是得到了阿伯拉罕呢，他是通过了40年的这个测试的。那么现在我们也在通过这个测试，就算是通过400年也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呢，
但是呢，时间越长，受损坏的才是还是你们自己。所以呢，我们要缩短我们的这个测考试的时间，我们要尽快的让我们的信仰呢来得到认证呢。你就算是摆出再可怜的心、再可怜的这个相呢，神也是不会来认证你的。我们的神只会看我们的行动，我们才会认证我们的信仰的。我们的神，我们要尽快呢，要让我们的行动呢来得到神的认证的。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得到神的认证的话，如果不是去天国，不是得到永生的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可能是在这个世上的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只是想于这世上的事情的。当然我也是会有这么想的啊，如果不是信耶稣，如果不是有天国，我才不愿意去遭受这样的痛苦呢。我到什么时间才我就是做这些事情，我要做到什么时候呢？当然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梦想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就结束，而是我们要带着目标，带着梦想呢，带着这个天国，带着信主耶稣一同去天国的这个目标呢，一起去前行的。所以呢，我们的行动要得到神的认证。你就算是在这里摆出可怜相，再痛哭、再哭、再闹也是没有用的。我们只有是默默的通过我们的行动来得到神的认证呢，才是可以与主同行的。不要说我偶尔做一次就可以了，并不是说偶尔做一次。我们不要在那里说啊，就算是不做也是可以的。现在如果我们的信仰如果没有得到认证的话，就不可能去天国的。你不要在那里只是想，哎呀，我现在希望得到祝福，我现在希望得到好的一切。你们不要在那里只是空想，没有去行动。我们每个人呢，一定要去行动，要让我们的行动去实践呢，去得到神的认证的。我们说彩票中了头奖，这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这是属于撒旦的。在基督徒当中会有买这个彩票的人吗？你们也买过彩票吗？也有很多很多的人买彩票。我以前在传道士的时候呢，因为没有钱啊，我在当传道士的时候呢，我听说有个人，他因为没钱，他就去买了个彩票，他就说中了很多很多的钱。他说，他把那个奉献的一切呢，一部分呢，并且献给了奉献。那么大家想想，这一切是神来赐给他的吗？当然，这世上的一切呢，也会有魔鬼来给我们的。也会有魔鬼来满足我们的这个要求的，因为他为了来让我们这些人呢成为他的手下呢，所以呢他时常呢会未来满足我们的要求的。所以现在呢，我们一定要掌握好我们的正确的方向，我们要拿清新的心来去行动，来得到神的认证。我们一般说，平时说，哎呀，做差不多就行了，这是不行的。我们每个人呢，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没能得到神的认证。其实呢，每个人都会知道自己的属灵的这些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的。那么每个人都会知道，都能去判断自己的属灵的状态的。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一定要去守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在一生当中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应该去悔改的事情的。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要每天每天时时刻刻呢都要去做悔改的祷告的。昨天
并不是说你昨天已经看了镜子，所以呢你就不看镜子吗？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离开这个事，我们要时刻呢来查看一下我们自己，来看我们自己到底是哪里有问题的。我们不要说马上去放弃抛弃，就是我们知道离开这个世上呢，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去努力。知道我们这我们在这个市场期间呢，我们要是每天每天去洗澡，每天每天去洗脸，每天每天去来装扮自己的，并不是说哎呀我洗一次脸就行了，这一生就洗一次脸。所以呢不仅仅是洗脸，我们每天每天呢都要看我们的 主的话语，并且每天每天都要去悔改。我们为了成为一个主所认证的主的子女呢，我们一定要去努力来得到神的认证的。阿们。在座的各位呢，多多的去念神的话语，多多的去祷告，多多的去进食，每天每天去努力去行的时候呢，那么你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或者是在梦中呢，你们如果梦到一个白色的衣服，或者是白色的纯洁的时候呢，那是说明你们的灵性呢是属于清净的。那么比如说看到有污点的话呢，那是不行的。如果你们每天每天去努力在属灵方面得到充满的话呢，那么就会是有一个清净的清新的一切的。所以呢我们的信仰生活呢每天每天都要去持续下去，要保持下去这个清新的。不要说我到今天为止已经努力了，我就不想再去做了，不要这么做。我们的努力，我们一定要每天每天时时刻刻的要去努力，要保持这个充满的。我们祷告还要再祷告，我们悔改我们还要再悔改，我们努力还要再努力。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话，我们的灵呢就会有污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肉体呢，每天每天只是希望得到这世上的这个满足的。所以呢，我们一旦稍微的放松自己呢，就会属于这世上的满足这世上的这个肉体的一切的。所以呢，我们要努力去得到神的认证。好，今天时间已经，今天就讲到这里。